一场24小时的完整比赛，退出你就得出局。那天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够跑得有多远，枪声响起，精神与体能的竞赛正式展开。此时的我希望能跑完全程。外籍选手总是成为竞赛中的领先者，每一步的跨出换取每一步的前进，求胜的种子开始萌芽。我不想输，我不想输给外国人。体能随着时间逐渐的消失中，每一秒的代价是每一滴的汗水。看到退出者他们的眼神，我知道退出就意味着结束。比赛的那天，我记得很燥热的白天以及很寒冷的夜晚。在极大的温差里，在时间与体能的煎熬下，更多更多的人退出了。在每一个跨步，伴随着只有我喘息及清楚的心跳声。最强的俄罗斯选手扎巴洛夫，他始终在我前方。在历经13个小时之后，这头俄罗斯怪兽，他终于倒下。冠军，一个从没有想过的名词，在此刻突然变得有意义了。是的，我要拿下它。在长时间的体能消耗及未能进食，发生了失温及脱水的现象。我好累，双腿好酸好麻，我跑不动了，真的跑不动了。是不是要放弃？要不要退出？我一直挣扎着。拖着早已不协调的精神与皮囊，纽西兰华裔女将胡颖儿追了上来，并超越了我，
但求胜的意志却令脚步一寸一寸地缓缓跟上。我要超越他，我告诉我自己，当时我是这样的告诉我自己。最后的3公里，令我佩服及尊敬的对手胡颖儿也放弃了。在超越他的那一刹那，我很清楚地听到他的喘息声。有个念头闪过脑中，也许应该让它发生。这一场竞赛，我跑出了坚持，也跑出了意志。我相信，它比成绩更重要。